近期告诉你什么？我觉得你们这听起来很惊喜了，因为我发觉说法来说呢，美国人很多说法不懂得怎么将它记住、连住。为什么？当你破了个说法，就很随便拿种稿子连下去就 OK 了。其实我对你说错了。其实各种高级，你要看什么高级，连先至取连得最好的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你知道这些什么？不是普通的，尤其说法对我们来说，每个人都有的真理。我今天我真理真的没有，刚刚丢了，我没有用到。那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呢？墙纸是最好用的了，因为它很薄，很薄。可以连说法是一级版，我看到人家连那种普通的稿子，什么普通的稿子也连不到。后来我有一次发觉，我用一种普通的墙纸、墙壁的纸来的，这种很薄的。那么我说法我未必示范给你看，没关系，将来你自己的说法真的烂了，你可以用那个方法。其实每样东西有它的不同的稿子，不是每样东西都会用那种稿子就随便便的。因为为什么那种稿子比较好呢？它比较薄，它的粘性呢跟普通的不一样的。尤其是我今天呢，因为我女儿那个头烂掉，我记得说话还可以用的，但是我突然这样灵感又就出来了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一个。个 keyboard 个头，那个 keyboard 个头，它烂掉了。我看到它，我本来想好随便今天一种普通的稿子就算了。后来当我本来我想做那个视频给你们看，利用墙纸、墙壁的纸，呢种系有种 plastic 的。咁啊，墙纸很多种，我呢种呢就系 plastic 嘅，你自己 try 啦。因为它比较个粘性很薄的，很薄的，比较很容易粘住嚟。咁啊，我做给你看。譬如说我呢个胶套，嗱，而家有点歪掉了。我觉得它比较容易粘住，比较容易粘住，所以唔会令到嗰个东西咁容易歪掉。你睇我几难做，我做东西就很随便噶啦。我做给你看。这东西我很随便，可能是我种老毛病，但是我很会 design， 但是我都真系有点没有一点耐心的，不像人家很有耐心的。我做东西，连过来，连得真的很紧，我没有骗你，连得真的很紧，紧的我本来那个头我想丢的了，后来我就想到跟你们说一下介绍你们用，因为我一次做过了，没麻烦了。那么这样连得很紧很紧，这个是胶纸，可能有些墙纸是用纸的，也是好，因为为什么它就比较薄，比较薄，连起来比较容易连住了，我不浪费时间了。如果你发觉说法也好，那种也好，那么说法呢，我觉得那个就不需要，我也不妨提醒你们，我这样你看它，可能还真用业力增强它的粘度，真的粘得很好很好，因为那个 plastic 的，如果有纸的也可以粘下去，但是粘说法应该 plastic 比较适合，因为 plastic 比较耐用。那么我再吹它，用热风吹一吹它，令到它比较容易粘住那个头啊，因为如果你比较容易粘住那个头呢，那个一个风啊，对、我感觉得到了，哇，真的 very good。我突然间想到的，只不过我本来想告诉你们是来粘梳花的，突然间在我手上我有灵感了因为我不怕告诉你，其实为什么我用墙纸粘梳花呢？因为我以前试过用普通的胶纸粘梳花，哎呀，完蛋了，一两年那些塑胶
拖出来，你又很恶心。反而我就有种灵感，我其实我年留一张沙发了，告诉朋友，朋友说不错，很好，所以我今天赶紧告诉你们，我来连沙发。OK，不打扰你的时间，那个就是电话的图，如果你们觉得好用的啊，用了之后拿个风筒吹一下，比较容易连鼓一点。OK，我就是接你了。OK，拜拜。如果好的，给我一个赞啊订阅。OK，拜拜。